心什么的，我只有办法回对。哎呦，哎呦，坏事啊！哎呦，是，哎呦，怎么回落去啊？啊，我死了啊！哎呦，你敢出去？我没办法，刚好工作。你定能是你偷拍的。你今嘛是你讲什么啦？我讲十四王爷。
两百。若要论成功，就十四王爷当初亲自领大军，艰苦天马，炮提着迄个番兵，实在，迄毋只是威风凛凛，毋只叫做是一个好汉。你哪会知影？我不但我知影，所有人拢总知。把你关起才十五年，毋知毋知。可惜，这个人因为被魔族关，十四年前就叫处死。干咪？十四王爷，这毋是迄款人，你毋当乌白讲。你哪会知影？不但我知影，众人都拢总知，只是你拢关起才十五年，毋知毋知。你心灵滴滴滴，细滴不好。小兄弟，我老实跟你讲，我就是十四王爷温提。哈？你？你别骗我，你别骗我，我怎会你袂骗的哈？你想我拄只伫学了十四王爷，你就是要骗我？我是捌看过伊呢。哦，你捌见过十四王爷？当然啦、啊，我十岁时阵有看过十四王爷亲身率领大军，徛伫只马顶，玉手临风，伊个威风呢，实在使人会羡慕。像你啊，皇冠啊，敢笑嘞？用我这所在找我，无论是我因为啦，无笑就变成笑的。好，你若讲你是十四王爷，那安尼我问你，迄一年啊，一路过张家口，迄是多一年？你知？康熙二十六。多少兵马？多少人？十三万。对，伊的手势就是安尼生，那安讲起来，你就是真正就是王爷。兄弟，你都真了解我的事情啊！那当然我了解了，因为我太敬佩你，我敬重你。是讲清清楚。你甲我拢用关节这所在，不管是王爷也是王爷，这已经拢无关系了。但五六分好，安尼拢等进进啊，是啊，赶紧趴下，在哩。妈呀！我爱管你的身啦，你哪这么关心呀？这啊，迄个是什么人？你唔知啊？伊就是当今的皇帝啦。恁来小心看守，若有什么动静，马上来通报。那无，大人全家抄底救助。每天都利用两个事情在练功夫，我身体甲十几年前同款遐用，我的头脑也甲十几年同款遮灵活。哼，如果今麦若是要叫我去拍庙中者，我同款我都就会拍甲落花流水。欧阳，阿你有想要出去无？我有想要出去，我不愿去死在这个所在。要不过你有想要出去，你嘛无机会。嗯，我哪会无机会？前两天雍正那个老三，就派人要叫我出去。雍正。
可惜了，可惜伊死得伤早，死得太慢滴。哼，我非但亲手将伊杀死。是甚么人在做？我着用上因囝的天良啊！天良在做？天实在是无目睭。想到雍正这款心胸手软啊，竟然还有一个囝来接伊的地位。要哪里讲起来？前两天要放我出去，迄个人唔就天良了。是讲天良，伊为什么要放我出去？嗯，王爷，嗯，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呢。你若是出去，可以去拍苗湾。也可以入宫，还可以还你一个清白啊。哼，我都没想要替你打江山。我这无想要做什么用，到底是想要报仇而已。我要报仇，王阿爷不可啊！强奸心，将乎迄个苗疆救下来啊！Oh!
吃营养，心也好。你做你啥？来啊！我来做啊！你恁将我同学放开啊！啊那无吼，我就变甲你放弃穿心。你别想要出啦！来！哈哈哈！真是拼命作我！杨廷这个老贼虽然已经死了，就是上夜叫来我报仇，今日都在我江钓，你就免想要活命出去。敢来都唔敢死，敢死都唔敢来了。这杨廷，你卖阁躲去啊，好不？你已经关了这十多年，你还讲鬼十多年通关呢？是阮老爸对不起你。总是会讲，我是会起来弥补啊。看你爱我哪样做，再当晓得你满腹的恨气就好嘛。是。都归你跪在我的面头前，磕三个响头，赔罪认错。皇爷，你放地嘞，袂得当跪啦。是啊，皇兄，你免跪啊，你免拿跪遐多啦。大丈夫人子啊，连骨连身，枉我是为着大清的百姓，这有什么要紧？叫归就归嘛。想会到当今的皇上竟然会向我下跪。天亮，你确实天亮。可能你以后会比你的老爸杨静更加厉害。也不过，我就是介意你这款的个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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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仔日大家会当这么欢喜，唔知会当给阮好好啊大开眼界一下咧。对啊，王爷，啊你无阮开一下眼界一下。既然如此，也无我献酒。好，来啊，来。是。哈哈，各位，多减是有眼，恁大家爱较细腻。Ah, 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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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.
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今仔日我非常的欢喜，因为我稳提木石，恁大家会来祝福我。恁哪咧想袂到哦？你也不死，也够你这不孝不，哼！恁大家同意我十五年前就死，可惜，可惜我并无死，现在我见到是高高在上，恁，我那惊吼，安怎？你即摆到底是上者？何必这么惊生气呢？今仔日是大好的日子，以前的温暖应该一笔勾销，你就看现在点的份上啊！点点十四红酒。就先干为敬啊！十四王子，请。但你今日这欢喜，咱就不醉不归啊！咱大家就不醉不归啊！我不要你干单了，我来领酒，酒都给我过来。酒呀，我是老爷，我跟吴王爷回等约会。酒都给我过来，酒啦，我来过去，我来过去。人家那么吃醉，不想回饮嘛？饮那再去，饮那我都上早掉了。今夜月色这里吃灯光，我真想要来去看好了。啊，今晚？是啊。皇上，袂用的啦，我无甲公主讲你要去呢。你无讲也唔较好，我来去学好路惊喜一下。